大家好，我是明愛廚神 GG 啊。最近呢疫情擴散得很緊要，很多市民呢選擇在家裡煮嘢食喎。所以呢今天呢教大家煮一味餸，不用搶啊。首先我介紹一下，我們的材料有麥道腸，跟住呢調味料有智商一杯、良心一茶匙、理性兩茶匙同埋同理心一個嘅。咁我哋呢做法好簡單，首先呢我哋將腸放落呢個器皿度，然之後呢就加入智商啦、良心啦、理性啦同埋同理心，最後呢將佢搖勻咗佢呢就可以煮成呢一味餸㗎啦。呢味餸叫做唔使腸啊，請大家呢保持理性，最近有好多唔同嘅消息都唔知道真定假，所以呢大家唔好乜都信乜都搶啊。最後希望將呢一味餸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，拜拜。